唱我真的感触很深，因为我觉得这两年来有这么多人陪伴我，我觉得一路走过来白头到老，真的很感谢有你们在我身边，然后一直陪伴我。所以我也一直希望把我最好的给你们。那就下面一首歌吧，说了再见不再见啊，只是一首歌啊。